哦，你打到我的手了。枪你再过去一点。喂，为什么你跌倒了？你那个椅子给他拿开。椅子，你那边那个椅子，你在坐的椅子，给他拿开，这样子就不会掉下去了。给他那个椅子给他拿出来，请帮忙，谢谢你。对啊，两个椅子都拿出来啊。哦，这样等一下打爆裂的时候就不会飞到沙发里面去哦。还有一个红色的，红色的椅子要拿出来。哦，三斗八，哇，这样子，这样就 OK 了。哎，啊，弹珠怎么在地上？哦，这样就不会掉下去。我爆裂了，结果你还是掉下去啦。爆裂了。